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升旗易普通话频道。今天是二零二四年一月十二日，星期五。习近平大搞个人崇拜，现在全国对习近平拍马屁拍的最响的地方，要数是广西。他们的党委书记在当时是第一个提名习近平连任，之后在广西大力吹捧习近平，帮他印语录，见人就派，当然是花了很多钱。 而最近，习近平在广西视察过的一块甘蔗田，结果他摸过的一棵甘蔗树马上成为了景点，而且有很多村民和住在附近的人有很多都去排队去瞻仰圣物。这件事我们在前段时间也曾经做出过评论。文革时期，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理送了一箱芒果给老毛，但是老毛不喜欢吃，因为芒果湿毒。 本身老毛都已经够阴湿、够毒辣了，吃芒果就更毒了，所以他不敢吃，所以他就送给了下面的工人。这些工人是做什么的？当时由于那些学生红卫兵斗得太过分了，居然冲进军营抢枪，甚至还和军队搏火。当时的军人对学生下不了死手，之后老毛就调了一批工人去镇压。 因为工人阶级就是领导阶级，结果工人把学生打败了，得到了领袖的赞赏，因为他们化解了老毛的危机。老毛随手把这箱芒果送给了这批工人，这批工人把芒果当成了圣物。由于北方人没有见过芒果，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以为是一些很神圣的东西，甚至乎有人认为要好好保存。 用福尔马林泡起来，防止腐烂。之后全国就掀起了芒果热潮，很多人把芒果制成标本，甚至原来的那箱芒果有的烂掉了，他们就觉得能吃就不要浪费，就把烂了的芒果拿来煮水，之后分给工厂里面的工人，每人一口，来一个主席的雨露均沾。其实当时老毛吐一口口水，也有很多人抢着去接。 现在的习近平也是差不多，各地都有帮习近平大搞圣物崇拜，例如习近平看过的马桶，还不是坐过，当地的地方官就把它镶了起来；还有习近平用过的桌子也镶了起来，变成了景点，成了万民膜拜的对象。这当然是习近平故意营造个人崇拜，以及地方官奉迎拍马。而这一次在广西也是一样。 他们甚至把习近平看过的甘蔗田，还有摸过的甘蔗给围了起来，而且还要收钱。走过去拍照的，每人收二十块，这又是一条财路。因为很多广西人排队，结果可能是引来了一些人的不满，有人就在那里放火，烧掉了整块甘蔗田。当局当然马上派出消防车去救火，但是其实原来那里有很多个火头，是有人故意纵火。 纵火的原因当然是不满习近平，因为爱戴他就不可能烧掉他的圣物，这也可以说是象征着一种领导人的权威。要搞个人崇拜的话，一定要彻底，不能够有一丁点的折扣。崇拜的我们一定要好好保护。当崇拜的物件出现差池的时候，反过来就会影响到领导人的权威。最近据说在内地有很多地方举办读书会。 结果读完之后，就把习近平的著作全部丢进了垃圾桶，有的被干收废品的拿去卖钱，甚至有的还会一把火烧掉，更多的是出现在垃圾桶。所以现在习近平是想学毛泽东，但是他在中国内地的受欢迎程度跟老毛相差很远，因为当年《毛语录》出产的时候，人人都把它当成是圣经，《语录》不离手，《万岁》不离口，为什么？ 因为你不能对毛主席有任何不敬，语录一定要拽在手上。每个人都高举语录，没有人敢把语录丢掉。但是现在习近平的著作却经常被人丢进垃圾桶，甚至是一车一车的丢。原因就是根本没有人会看，他们是花公费去买的。比如每个地方的政府，还有就是跟中共有关，或者是吃中共饭的机构，全部都会买。 用公款买了一堆书，但是根本就没有人看。这些东西越看越无聊，哪里会有人去看？用来摆设的就有大把，结果人们觉得无聊就扔掉，甚至还没有看就已经扔了，制造出大量的垃圾。欢迎听众们，今天我们将深入了解在线安全的世界，聚焦一款备受瞩目的 VPN Surfshark。在众多 VPN 中， Surfshark 以其超值功能和良好口碑脱颖而出，但真正的问题是它究竟能提供多少保护呢？现在让我们谈谈功能。Surfshark 迎合 VPN 新手和老手，具有易于导航的界面，它涵盖了所有基础功能，同时保持高速连接。突出的功能是什么？Surfshark 允许您在一个账户下连接无限数量的设备，不需要多个订阅，这是一个适合家庭的 VPN 解决方案。安全至关重要，Surfshark 采用256位加密，几乎无法破解。 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严格的无日志政策确保您的数据始终属于您自己。关于速度是否有疑问？即使在远程服务器上，Surfshark 仍然保持稳定的连接，仅有百分之五的速度下降。它是您快速下载、无缝游戏和无缓冲流媒体的保证。准备好安全的冲浪了吗？在视频描述中查看特别折扣链接。而这一次也是一样，除了第一时间派出消防员来救火之外，还有一大批警察和国宝去监视着现场的村民。 但是他们想盯也盯不住，因为那里可是农村，村民太多了。附近有很多村民拍手称快，觉得很开心。有的人在拍照，在火场打卡，就好像在灾区打卡一样，显得非常不敬。但是这一回反而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。当时地方政府收二十块一个人头，已经把甘蔗的表面摸得很光滑。 被媒体爆出来了之后，也成为了笑料，所以这件事十分搞笑。说是摸着摸着摸出火来了，但是其实已经证实了是有人放火，因为起火的源头不止一个，而是有好几个，所以可以肯定，一定是有人故意去打习近平的脸，因为现在习近平的那些所谓的圣物，包括写过的墨宝，出现过的地方。 连看过的马桶也要镶起来，然后就说这是习近平主席看过的马桶。当这种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，根本就没得保护，弄得满大街都是的话，还能怎么保护？而且现在也跟文革时代不同，起码民智比当年开了一点点，不会再好像以前的那些红卫兵、义和团，甚至是一帮原始人那样，是一帮完全由你呼之则来。 挥之则去的奴隶，他们不多不少也会有一点思想，会认为这些东西其实非常不合理。而我觉得习近平这次是出大事了，因为像这种权威，尤其是当地政府把它塑造成权威，但是原来这种权威居然经不起一把火，一把火就把你给烧掉，你根本就不是什么天命所归，因为最大的问题就是把这些东西神化。 你越是把习近平所接触过的这些东西给神化的话，就越容易出事，因为这些东西很容易受到破坏。你把习近平神化了，但是这些东西却这么容易受到破坏，这样就会让人觉得其实习近平也没什么了不起，肯定不是天命所归，反而会沦为笑柄。这样对于整个偶像崇拜是一个很大的打击。 当你个人去崇拜他的时候，他用过的物品因为太多，到最终也是会变成垃圾。每个地方都把他用过的东西给镶起来，就会成为笑柄。就好像习近平去光顾过的庆丰包子，难道你要把人家的整个店给封了吗？因为领袖也是人，这就会更加让人觉得领袖也是普通人，他也要吃喝拉撒。习近平要不要用马桶？ 当然要用，难道他是神来不用拉屎吗？这根本不可能。所以越是多的这些东西，就越是证明他只是一个普通人。所以我认为这一回可以说是一种个人崇拜的破功。之后估计也不会有其他的地方政府敢去搞类似的动作，因为很简单，这些东西被你围起来做景点，但是一把火就没有了，还有失火的画面会让人更难堪。 主席被烧焦了，所以我认为这件事对习近平会造成一定的打击。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，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。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 Patreon，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，帮我们欣赏广告。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，与我们互动。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，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